我阿姐嘛是28个受害者，但是伊是乖的尔，所以阮要甲手慢慢扎开，足侪人袂付钱，无法度通转来。这个代志吼，伫这个咱詹山的老师做的28纪念碑，内底碑文伫后壁遮，会使讲写了真正清楚。今日仍然是伫纪念碑遮，所以容我再把这个短短的纪念碑文，我再念一次，讲历史会使宽容，会使理解，所以希望今日今日这个尊师会，这个纪念会，也当回来学到教训，但是一定要认真的面对，只有公益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，而且咱有这个。纪念会、追思会，交咱下晡，咱看到十一点有一个这个展览，交晚上的音乐会，希望能够告慰咱这受难者在天主灵。今晚特别贫困，对着时间岁月的流逝，咱嘛爱予咱的后一代知影，曾经发生伫这块土地的代志。这代志虽然会过去，但是。曾经为这块土地来付出的人，永远会予咱大家记牢牢。这个历史的事件，会予咱后代子孙上盖好学习甲提醒，守护和平是咱永远的责任。